牛油果原来是备受欢迎的进口水果，随着本土栽培的规模不断扩大，国产的牛油果同样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。在云南孟连，本土栽培的牛油果迎来采摘季，靠着产地优势，国产牛油果的行情一直不错。孟连县南亚村是全国最核心的牛油果种植基地，沿着孟连县崎岖的山路，大片大片墨绿色的果林映入眼帘，一个个绿油油的果实挂满枝头。 工人们告诉记者，牛油果在八成熟时可以采摘。种了多少亩地啊？九万。今年收成怎么样？哦，进入丰产期了，呃，比去年翻了八九倍啊，大概每亩有三万块左右。据了解，相较进口牛油果要经历一个多月的海运才能到达中国市场，孟连牛油果凭借产地优势，可以在最佳成熟期采摘，口感更加新鲜。 截至目前，云南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达七点零四万亩，今年预计鲜果产量一万多吨，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。今年的行情还是比较好的，呃，牛油果的平均价格应该在三十七块钱每公斤。